接下来，老师继续为各位带来一首那个我觉得还蛮好听的歌曲。虽然这首呢不是民歌，也不是属于电影的主题曲，可是它相当的经典。刚刚唱了很多女生属于女生的一些一些嗨的歌，或者一些悲伤的歌。接下来我要带来男人的歌，男人的歌，身为男人一定都会唱，起码也会哼。来，直接带来这首歌曲，不用啰嗦了，好。世界。